四圣地品，临次十戒第九段下方，观若世界苦集圣地，第六句看起啊，第六句后名杂土。这是世间业因的名称啊，极地的名号。不但世间法里面夹杂了这个毒，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贪嗔痴在大乘法里面称为三毒。啊，世间、生死、病毒。根源呢，就是贪嗔痴啊，所以众生，特别是欲界啊，实在讲呢，色界、无色界，贪痴没有断呐。所以还是夹杂严重的病毒，出不了三界，成不了正果啊！不但大果他不能证得，连小果声闻缘觉都没有分。什么原因呢？夹杂着三毒。世间人修学德行不能成就，学佛的人、修道的人功德不能成就，什么原因呢？也是杂毒啊！啊，由此可知，夹杂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三毒烦恼由来已久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面熏习而成，真正是根深蒂固啊！啊，这个病毒深呐、啊！不容易化解，啊，你要晓得用什么来化解呢？智慧。自信般若智慧能化解三毒啊，那是何等人无呢？在大乘佛法里面说，那是化身菩萨，
发生大事。禅宗里都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就行了。到明心见性，内心里头的三多烦恼啊真的化解了啊。所以在那个境界里面，不但六道没有，十法界也没有了啊。那么他们生活的环境啊，在一真法界啊，这一真，诸位一定要晓得，这是世尊对我们凡夫不得已而起这个名字啊。如果你执着有一真这个念头，你是凡夫啊，你没有住一真法界啊。有一真法界的人，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明心见性真的不是一桩容易事。佛教在中国2000年了啊，历史上有记载的，公元67年啊，这是正式传到中国。摩腾、诸法兰这两位法师从西域到中国来，接受啊汉明帝的邀请，国家请来的啊，带着经书，带着佛像啊，这三宝啊，哎，传到中国来。那么在野史里面记载的啊，那就是法师到中国来，而不是过家了离请的。这个时间还要早啊，应该在公元前就有佛教传到中国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啊。但是我们还是从正史啊，这2000多年来真正明心见性的有多少人呢啊，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历朝历代啊都有记载的我没有去细细查啊，我的估计啊大概只有200多人，不超过300人呢。2000多年来啊，平均100多年呢，100年当中啊只有10几个人啊，你才晓得这个事情难啊啊，这么困难，那这个佛我们学它干什么呢啊，怎么样苦修后来都没有结果啊。没错，明心见性化解三毒的确不容易啊，可是佛门里面还有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它不是化解三毒，它是把三毒控制住不让它扩展，
这个方法比化解容易多了啊，把这个三毒烦恼控制住，念佛求生净土，这叫待业往生啊。那业是什么呢？带着这个毒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啊到极乐世界呢再来化解啊，再解毒，这个办法好，无比殊胜。走这个法门而成就的，这两千多年来啊，我想人数概略估计啊，不会少于十万人。啊，这算不算是成就呢？算是成就，肯定成就。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讲啊，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幸亏有这个法门。他老人家的法运呢，一万两千年了啊，一万两千年以后的众生，依靠这个法门呢，还是能得度。这经上说的很好啊，一万两千年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啊，但是无量寿经还会延续一百年，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没有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依旧延续啊，那延续多久呢？经上没有明文，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也有一两百年。啊，这就是杂毒啊也能往生，假杂毒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但是往生呢，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里面。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要珍惜啊。这个法门修学的方法专讲，有净土五经一论，分量并不多啊，五经一论。而附带讲啊，大概有一百多部经典啊，这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附带讲到。由此可知，这个法门世尊当年在世常常提起，勉励大家了啊，一生成就。但是对于我们修学的人来说，夹杂是严重的障碍啊！念佛这叫一行道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最容易啊，最稳当啊，最可靠啊！啊，无过于这一门呐。但是你要晓得，
这一门跟其他法门比较容易，容易太多了，而实际上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为什么呢？经论祖师大德都常常教人，你要能把毒控制住啊，它不再扩散了。啊，这个控制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所以人要理智，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克服烦恼习气就是控制。啊，烦恼习气有没有？有，没断。我有智慧，我有定功，我能持戒，啊，用戒定慧三学把它控制住，不发作。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办到的。啊，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啊，不难办到。啊，那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呢？古大德教我们读经听教，这个听教就是听讲啊，读经听教啊，开智慧啊，啊，开什么智慧？把这些事情啊，宇宙人生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啊，你为什么放不下？为什么控制不住？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真的明了了，你自然放下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化解还是困难，控制不难。啊，确确实实能控制了。啊，遇到极恶劣的逆境恶缘，哎，不会发脾气，不会生嗔恚心了。遇到顺境，啊，称心如意，哎，没有贪念心。这个就是控制住了，对于一切事理、一切现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啊！啊，清楚个什么呢？佛菩萨在经教里头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智慧呀！这是照见呐！啊，般若智慧照见，所以你能看破，你能放下。你修学的功夫越深，你放下就越多，你看破就越深越广。啊，这个时候纵然杂土，刚才说过了，你的毒能控制，不会扩散。
啊，不会影响你的成就。啊，念佛人成就，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呢，那个毒是化掉了，化解了。事业心不乱，都在控制。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往生的，都是控制。这个要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控制住，这就好啊，这叫真修行啊，这种修行是真有受用啊。我们应当要努力的学习，我在前年离开新加坡，写了一副对联啊，那就是福烦恼啊。上联说：处逆境虽恶缘啊，逆境事事不顺心啊。恶缘，缘是人事环境，找麻烦的人很多啊。帮助你的人不多啊。啊，在这种环境当中，无嗔恚啊，不生嗔恚。业障全消啊，所以你要觉悟，你要看破，看破呢，这个环境好不好呢？不错，没有坏处啊，帮我消业障啊！啊，业障消了，福慧就增长了，有什么不好的？啊，在那个地方弘法有障缘，别的地方没有啊。啊，哪里有障碍，我们可以离开，欢欢喜喜的离开，感恩啊，只有感恩，没有怨恨。啊，将来这个逆境恶缘过去之后了，它会变呐。啊，它转变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啊。人不能把路子走绝了，啊，那是绝大的错误。再好的朋友，有一时意见不合发生争执，非常不愉快，掉头而去了，没有关系，转个弯再见面，那又是好朋友了啊！不能把路子走绝啊。下联是除顺境，随善缘，样样称心如意啊！好啊，无贪痴，这个最怕的就是愚痴跟贪念。如果有愚痴贪念，你就错了，你就堕落了啊！
没有愚痴，没有贪念，福慧全现了。啊，业障消了，福慧就现了。啊，这个都是属于夹杂三毒啊。啊，顺逆境界里头，你要是觉悟，不迷，断贪嗔痴，都是好境界。所以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一个人心里头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烦恼，没有自私自利，清净遍法界，善意满娑婆，你说这个人多快乐，多自在，真实究竟美满啊，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得，都可以在这一生当中亲证啊，再看底下第七句，或名虚称，这个称可以设作名称，也可以设作称数，名称也好，称数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用这两句来解释这个名词，最恰当不过了。不但世间法是虚称，除世间法也是虚称，你要求啊，虽然是虚妄的陈述，它作用不同，它这个里头有善有不善啊。善的是什么呢？善的陈述是帮助你觉悟，它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引导你开悟啊。啊，那不善的称说呢，哎，它也起作用，引导你迷惑，引导你造业。啊，同样是虚称啊，作用不一样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佛在《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
佛说要舍呀。为什么要舍呢？虚嗔，你不能执着。啊，佛举个比喻啊，比喻得好，让你从比喻当中啊醒悟过来。啊，法是什么呢？如过火过度啊用的筏，这个筏有两种，一个是用木头编的，一个是用竹子编的。啊，渡河的工具啊，几根木头，几根竹子，啊，把它捆绑在一起，啊，放在水里，因为它比水轻，啊，比重它比水轻，它漂浮在水面上，啊，人可以依照这个筏过河，啊，过了河之后呢，这筏就不要了。啊，这就法要舍啊！你过了河之后还把这个东西背在身上，就错了嘛，大错特错了嘛！啊，那么佛所讲的一切经要，帮助你开智慧的。你要是背在身上不肯舍，你智慧也不开，顶多得定。戒定慧三学了，你有戒，你有定，不开慧。怎样才开慧呢？把舍掉就开慧了。啊，这个舍，就是对于如来所说一切法，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妄想，这就完全舍掉了。所以舍是从内心里面放下，不是这个经书东西都不要了，不是，那你就完全错误了。啊，我舍了，我到彼岸了，这个东西还留给那一边还没有过来的人啊，他有用处啊。啊，我舍掉了这个东西给他。给那个还没渡河的人，啊，这就对了。啊，事出事法都没有真实的，啊，都没有实在的，所以佛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后头还有两句话说得太好了，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为什么是梦幻泡影？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啊，梦有没有呢？有，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真的。不但醒过来之后啊，梦没有啊，正在做梦的时候，梦又何尝有呢？六道十法界，梦中。佛门古大德常讲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叫大作梦中佛事。啊，建立水月道场。池塘里面，夜晚月亮的影子在池塘，
这水月啊，祖师大德建立许许多多道场，那道场是什么？水月道场啊。佛寺是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呐、啊。啊，这个三百余会，从前叫会，现在不叫会，现在叫办活动。啊，用现在的话说，释迦牟尼佛啊，办这个多元文化活动啊，一生办了300多次啊。啊，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教学。为大家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把人生换作众生，意思就更圆满，给我们说明宇宙众生的真相。同时接受大众的询问啊，大众有疑惑尽量来问，佛一样一样给大家解答啊。佛所说的啊，当事人提出问题，佛所解答的，以后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经典是教科书啊。世尊不在世间了啊，入灭已经将近3000年了，但是他的遗教啊还流传在世间啊。我们今天遇到经教，就如同遇到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我们接受经教，理解经教，依教奉行，如同世尊当时教诲作用是相同的啊。只要学习啊，最重要的是心态能如理如法，世尊当年教人的那种成就，现代依然可以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再看下面一个名称，或名拐尾。这个名称的意思非常明显，拐尾是对于信德来说的，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呀！所谓是背道而驰。
这就错了。准出麻烦，这种事情现代人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听到圣贤教诲，甚至于对圣贤教诲产生严重的误会，这个是不应该，这个是真正没有智慧。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书做学生的时代，那么听一些人说佛教是迷信，礼教是吃人的，这儒啊排斥入佛，我们年轻不懂事啊，看到大人知识分子排斥，我们就跟在后头也排斥啊，真叫啊盲从啊。对佛教是什么不知道啊，一无所知啊。对于礼教是什么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人讲，一些知识分子讲在排斥，我们就信以为真。还算好，中毒还不深，还能回头是难。到台湾我22岁到台湾，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一位善知识佛家称善知识没学佛之前大哲学家了很有幸的呢，方先生给我同向我们在台湾呢，难得遇到这老乡而且居住啊，真的不远我的老家在庐江，他的家乡在桐城这两个都不是大城市，小城两个小城居立呀。中国的里50里50华里，那现在算公里呢25公里不远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仰慕的人。他告诉佛经是哲学，我都呆了，这佛经向来人家讲是迷信的怎么是哲学？
哲学是高度的智慧呀，真实智慧呀。出自于方老师之口，大概不假。啊，而且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句话很动听啊！啊，我被他这两句话吸引住。过去十几年来的误会，这个时候开解了。找佛经看啊，我要看个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从前从来没有看过佛经，这么一个因缘啊，让我动了念头要看佛经。那个时候在台湾佛法很帅啊，佛经没有地方找，书店里头没有卖佛经的啊。那要看佛经只有去逛寺庙啊，寺庙有藏经楼，有图书馆啊，到寺庙里面的藏经楼图书馆去参观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有佛经哦，一看到琳琅满目，有那么多东西啊。这是我看的是大藏经啊，几千卷呢 啊那比基督教是书生，基督教的新旧约就一本呢 啊看佛教这么多啊。新旧约我看过啊，现在再开始看看佛经看不懂啊，但是方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知道这个里头有好东西啊，不懂是我们自己程度不够啊。所以不懂呢啊，因为有这个意念在嘛，哎，还是很喜欢看啊，一部经总有几句会懂啊。啊，这慢慢看呢，哎，先开头懂几句，然后能够懂个十几句，啊，懂个几十句，慢慢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认识张家大师。啊，这朋友告诉我，哎呀，你开始看佛经很难得了。他是佛教徒，他说他认识一位佛教的大师啊，你看经有没有困难？有很多，需不需要有个人帮你解释？我说太好了啊，他给我认识介绍张家大师，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天去看他老人家。我这一个星期看东西有哪些疑问，我都会提出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样慢慢才发现呢，佛经不迷信的，佛经是随顺信的。谁迷信呢？我们自己迷信我们自己迷信背的违背信德
随顺性德是健康的，违背性德那就是病态啊。六道众生违背了性德，迷失了自信，啊，把发心变成三途六道，啊，这个我们要晓得，三途六道本来没有。啊，现在还有没有呢？要跟你说实话，在觉悟人心目当中，现在也没有。永远不存在。为什么？它是梦，它是梦幻泡影。它是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凡夫不觉。感官当中三途六道的现象是个相虚相啊，不是真的 啊相虚相，这以前我们常常用电影来做比喻啊，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现的相一样，那不是真的三途六道的现象啊，就跟电影荧幕上现象没有两样。我们现在看荧幕，平面的，这个荧幕是立体的，确实刹那生灭了，它不存在呀。啊，只是六道凡夫迷而不觉。以为它是真实的，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是造业受报，佛菩萨眼目当中冤枉啊！称这些人为可怜悯者，那真可怜，迷而不觉。啊，那么佛菩萨大慈大悲啊，这个现象就是感啊。虽然众生没有提出向佛菩萨要求你来救我，那么他迷在里头，他不知道苦，永远不会救我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也应化在世间帮助他，帮助一个众生谈何容易啊。啊，先帮助他的阿赖耶识里头种下觉悟的种子啊，这个觉悟种子三宝啊，他不会接受啊，他不会相信啊。哎，但是示现佛像，示现菩萨像，示现声闻像，他看了，看了业力眼根永为道中啊。像我们常常念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
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但是这个三宝种子到什么时候才成熟难说了，个人缘分不一样。有人居然要很多很多劫啊，很多劫，不晓得这六道里轮回了多少次啊，而有机会又碰到佛法了。他那个阿赖耶识种子起作用了。哎呀，能听一点，能接受一点，生生世世啊，慢慢进步啊，进步到你欢喜接受、肯依教奉行的，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理解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伟大，佛菩萨不舍一人。现在时间到了。